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老头哦。今天呢，我们来这个蝴蝶数位娱乐呢这个地方，准备要来体验一款非常不错的游戏啊，各位应该非常的期待，好不好？那游戏的内容到底是如何呢？啊，我们待会去体验，后面的影片你就会知道了。这个我稍微讲解一下这个 HTC 的这个 VR 的这个遥控器啊。到时候你们如果有来这个电玩展玩这个方舟公园 VR 的话呢，啊，一定会拿到两只啊。那我们只介绍一只就好，因为其他的功能差不多啊。大概就是，如果你想要移动你的区域，你不是人往前走哦，你是按住这一颗，然后之后压住之后放开，就会直接人物就可以顺过去了。然后呢，所有的确认键都是后面这个扳机，咔咔咔，然后就可以做个确认动作。那如果你要开启你的物品栏的话呢，这边会有一个小小的按钮，按下去之后呢，物品栏就会跳出来。然后上面这一个呢，就是主选单的画面，可以切换到你的主选单，看你要选择什么关卡，诸如此类的。如果你们那一天电玩展有来的话，我会亲自教你们，如果遇到我的话啦，好不好？那这个教学差不多先到这里了。蒙面侠，蒙面侠，这样去有没有变成那个我锁定你？也真的，身临其境。对，哎，我这样好帅哦！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我看我以后不要露出真身，就这样就好了。这样，哎，这样其实算半个蒙面呢。武秋风有没有？对啊，难怪我觉得很有点，突然有点，对对对对对啦，武秋风，我是什么？对对对，老秋风。你也是被吴秋风粉丝干掉吧？我从来最小时候的梦想就是抓一只大的霸王龙啊！好，等我再手动了啊！老头，你可以往后退一步。往后退一步。对。OK。OK， 好。往上丢一下。哇！哎，有没有办法这样子把它接起来啊？应该是没有。走。算了，不玩了。Its range of detection is wide, and it will never let carrion go to waste. For its size, the Velociraptor has a very large head, which explains why it's such a small predator.Its powerful legs allow for quick movement, and its claws are deadly. Assemble your weapon! Prepare for the battle!
protection unit is under attack. Thank you.
2018台北国际电玩展1月26号到1月29号，老头将会出现在1月26号当天，时间不一定，欢迎捕捉野生的老头。还有1月28号早上11点到12点，一小时的时间，我会在蝴蝶数位娱乐的摊位教大家如何游玩棒洲公园 VR， 请不要错过了，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喜欢老头的大家，告诉喜欢老头的各位，我们电玩展见，拜。